现在时间很紧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团部命令我们去消灭流散在这一带的土匪。这批人是被美国派遣特务金野中直接控制着的，就是他。过去专门挑拨兄弟民族的团结，现在又企图组织暴动，实际上就是配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。我们连的任务不但要消灭这股土匪，而且要拔掉这个祸根。要逮活的。对，逮活的就更便于我们破获这一带的特务组织了。现在他们在这儿，我们要立刻行动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明白了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出发。Thank you.
报告，我去追金眼中。是。进来。你们回来了。我们回来了，两个组，突围的敌人大部分给我们消灭了。中班长李玉根、小江他们追金野中去了。起风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这样他们的粮食也要不够了。喂，团长啊，是我。他们还在继续追啊。哎，是啊，有困难呢。好，我马上带一个排去。哎，是。逮不住金野中，不能算完成任务。通讯员到，通知二排带足粮水准备出发。是。什么都看不见，敌人的脚印子也给刮没了，咱们就得休息。休息？宿营啊？嗯。怎么？月亮一出来咱们就继续追，松松肚带，别泄鞍子。那金野中可跑得没影了。可现在怎么追啊？风筝断了线，我们怎么完成任务呢？班长，你们休息，让我先去侦查一下。我看咱们还是摸黑追吧，情况摸不清怎么追啊。哎，要不咱们先回去，请示上级派大部队来。朝哪个方向回去？那你朝哪儿去侦查？对，没法追也不能回去，咱们真得沉住气呀。别看沙漠没长嘴，迷失了方向它真能把咱们给吞了。先吃点吧。啊，咱们跟家里失去联系，他们还不定怎么为咱们着急呢。连长指导员，这一夜就别想合眼了。班长，没什么，不咱们扭了下筋。哎，我给你捏捏。不，你负伤了。负伤？你看我像负伤这样吗？怎么不相信？那咱们摔一跤，活动活动。得了，留点劲儿吧。你真把我吓了一跳，这时候你可不能负伤。哎，干革命嘛，还怕流血？小江，谁怕流血？我是怕咱班长。那有什么？有你这个大个儿，还这个小老虎。还怕不能完成任务？你们粮食还剩多少？嗯，就这些了。我都在这儿了。哟，大娘给他做的饭包袋又带上了。今儿差点没丢了，我东西都在这里头呢。里边什么宝贝？让我看看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好了好了，这次啊，咱们得做长远打算。
粮水要注意节省。对，金叶中是个狡猾的特务头子，要逮住他还真得费点劲嘞。可我们一定要逮住他，而且要逮活的。这家伙在这一带七处组织暴动，抓住他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哎，班长，咱们把大部分匪徒都消灭了，现在就剩那么两三个人，他们会到哪儿去呢？通过大沙漠就是国境线，金野中是美国人派进来的，你们说他会往哪儿去呢？我们一定要越出国境。跑出沙漠有四五天够了吧？最少也得七八天呢。那我们带的粮水怎么样？没多少了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你？哼，看你那样子好像很不乐意呀。对，我是不乐意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咱们先到可可西里大山去避避风头，可是你偏要跟共产党硬干，这不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？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好吧，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们各奔前程吧。老弟，别那么沉不住气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打仗没有不死人的，可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？你别看咱们地面上的没有了，可地底下的还有的是呢。地底下的？嗯，都在这儿呢。这是什么？组织名单、行动计划都在这儿呢。我暗地里撒下了火种，只等时机一到，跟朝鲜的美国人来个里应外合。
睡觉？睡不着哎。小脑袋瓜里又在想什么呢吧？没想什么。小佳，你刚来的时候人还没枪高，这会儿也不矮了。光长个儿有什么用？入团半年多了，立功簿上还是空白的呢。来，睡不着就是想这些。嗯，还有。哦，说说看。班长，你是党支部委员，我什么都想跟你说。我那个反毛袋里还藏着个秘密。秘密可以公开吗？等够条件再说。班长，月亮快出来了，咱们继续追啊。班长，昨天晚上敌人在这住过。现在一定离我们不远。班长，这有马蹄印子。顺着马蹄印子追。怎么马蹄印子没有了？咱们直奔西南，分三路搜索，谁先发现敌人谁就开枪联系。走。是。叫。
要紧了，这下算把他们甩远我的马，你的马叫金野中骑去了，我的马给打死了。怎么样？他受伤了。别管我，快去追敌人吧。包扎好了，跟上。是。接小江他们去。真倒霉，马给丢了。我不也当步兵了？你的是给打死的，我是叫金彦中抢去的。他要是没我那匹马能跑得了？我的水壶、饭包袋都在上头，还挨了一刀子。嗨，干革命嘛，还能怕流血？我又不是怕流血。松开我吧，我扶着你走得快点。我又不是豆腐渣。把枪给我，别逞强了，看你脖子。脖子怎么了？不还连着脑袋了吗？脖子要跟脑袋分了家，你还能说话？拿来给我，给我。不，班长一个人在前边拿，给我。班长的马，小佳，不会的，班长要出了事，老黑妞绝不会离开他的。上马吧，这是来接你的。
那小子让你干掉了。刚才你一个人想往哪儿跑呢？我没我，你找谁去？刚才那种情况，我知道你有办法应付得了。再说你已经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算了，算了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这叫什么话呢？哎呀，坏了啊！哎呀，快，快把它扎起来！这下子我们的水更少了。哎呀，马也打伤了。怎么办？他们还盯着马蹄印子一个劲儿的追呢。一定得甩掉他们。怎么甩呢？反正你的马也不中用了，干脆给他一刀。宰了他？不，给他一刀，叫他自己跑一条马蹄印子。哼，让他们追吧。班长，咱们分头追吧。不，别上敌人当。班长，前面有敌情。在哪儿？那道沙梁有个黑点，一晃没了，一定是敌人。你别眼花了，我看他清清楚楚的，顺着这条马蹄子追啊，准没错。李根，没错，班长。追错了，敌人从另一面跑了，另一条马蹄子才是他们的去向。李根，站住！站住！过来！下来！你还有点伎俩，可我，你这莽撞行吗？谁不想一下子把金野中给逮住啊？不赶紧顺着马蹄子追，现在还等什么？李根，敌人牺牲这匹马，把它放到这儿来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把我们引到这儿来。我们要回原路追，敌人不是把我们甩得更远了？别看了。放心吧，追不上了。情况是这样，敌人从这么走了，我们在这儿，该怎么办？那我们从这儿插过去，对，直奔西南。这片大沙漠东西有1000多公里，敌人只有这么走才能越出国境。我们顺着这个方向追，会碰到俄博白谷区水井站。水井站，班长，我把敌人的水口袋打漏了。
敌人没有水是出不了沙漠的，咱们直奔水井站。没什么，就凭我们解放军的腿，还怕追不上敌人？我们可都成了步兵了。李元，哟，少让他受点罪，给他一枪。慢着，别开枪，会惊动敌人。走吧。就剩这点水了，我渴得受不了了。你不是已经喝了吗？你我那叫喝，别不知足了吧。啊，姓金的，你他妈的欺人太甚了。你跟谁说话呢？你我跟你什么都得听你的。我的队伍叫你拖到东拖到西，到现在连一个人也没剩下，这会儿我喝口水还得听你的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可别自找绝路啊，跟我走亏不了你。
西瓜，可真大呀！真甜呐！我一连吃了好几个，水多极了。哎，早知道不叫醒你了。你要再晚叫我一会儿，我去给你们带两个来，多好啊！ 咱们走吧。嘿，吃了西瓜劲儿也足了。好，咱们走。小江，真行啊！小江，别净想西瓜了啊！到了水井站有你喝。到了水井站，咱们非喝上它鸡同不可。对，到了那儿，咱们……小江，小江。 小江，不要紧的。水，水呀，班长，啊，我们走了5天了吧？是啊。 水井站到底什么样？武明不是说有3根黑石柱子吗？那我们走的方向对吗？对的。那怎么一直又沉不住气了？班长，你不急吗？你得看看眼前的情况，水井站、金野中都没有影，小江又怎么了？ 你别看他现在这样，枪一响照样还是小老虎。我看你呀，害怕，怕谁？怕金野中？金野中不可怕，你怕沙漠？什么？你是说我怕困难？是的。 同志，我们眼前是有很多困难的。找金野中就像海底捞针一样，可我们一定要找到他。革命要是没困难，要咱们党员干什么？啊，班长，我绝不能拖累你们，你们先走吧，我会跟上来的。 我就是爬，也要跟上你们。不，我的好同志，我背你走。我自己走。班长，走，沙漠怕我们。
听见没有？马叫。班长，快来看！三根黑石柱子，水井站。水到嘴边也得忍着点，金叶中一定在里边，我们冲过去。不，这是一片开阔地，冲过去对我们不利，想法把它钓出来，要逮活的。起来起来，嗯，走了。去掉，咱们就别想跑出沙漠。哎，我看呢，用不着浪费子弹。不，再看看动静。现在把他们干掉算了。慢着，别使他们调虎离山之计，等天黑了再说。我看这三个家伙真的完蛋了，咱们别耗了。不，还是小心点好。也好，现在就动手。你从这边过去，我从那边过去，咱们给他来一个。嗯，去吧。喝完了追，你们先喝，快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没灾没病，你叫什么？干什么？走！我渴，
我要喝水。哎呀，哎呀，把嘴张开。走。哎呀，我走不了了，你们干脆让我死在这儿算了。哎呀，好，我把你的手脚都绑起来，让你死在这儿。瓶子，这么大风都没给刮掉，敌人一定刚走不久，咱们追。找到什么没有？报告连长，周围都搜索过了，什么也没有。根据这些子弹壳判断，钟班长他们肯定在这个水井站和敌人接触过。今天是第七天了。昨天那么大的风，现在他们会在哪儿呢？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金野中肯定还被他们盯着呢。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，继续搜索前进。是。
小江，小江又吃不住了。你怎么样？我不要紧，还能背他呢。不，背怕是不行啊。咱们扶他走吧。担架，用它抬着小江走吧。小江，小江，班长，班长，班长，小江呢？小江，你没摔着吧？班长，你怎么样啊？我刚才眼一黑就倒下了，不要紧的。不能因为我把你们都拖垮了。我能走，我自己能走。小江，哎，我要走。小江，不，小江，小江，小江，你不能走了。你们也不能再抬了。不，我们歇口气劲儿就足了。别说了，咱们都是几天没吃没喝了。我看见你们抬，我心比刀割还疼啊。你们先走吧。让我慢慢的跟上来。那怎么行啊，只要我们有口气也得抬你走。小江，就是再困难我们也要一块儿去追敌人。班长，你看前面要是没有东西不会有老鹰，很可能是敌人。班长，那你们快走吧。你也一块走。不不，你们先走。小江。不，班长，你们不。好，小江，我是班长，听我的。躺下。走。Thank you.
的地形。班长，你负了这么重的伤，怎么不说呢？班长，班长，不要紧，不要管我，敌人离我们不远，快去追敌人。还不够条件。班长的牺牲都是为了我，他是为了革命。班长，向你保证，我们一定完成任务。小江，我到前面去看看。
小将，我们的队伍是我们的队伍。他们